你還沒看到他嗎？朱玉榮啊，口型嫌是這麼臭啊？怪上你認識我太太。認識的啦。其實我一向以為你們。是我單戀他。沒什麼事啊你。那時候又不夠膽追我。他啊，現在跟著我去屈賓集室那裡。坐在我對面又不夠膽出聲。所以就經常扮抌擦膠落地，多裝多兩眼而已。丁書記，這些我夾片。 哇！喺上市公司喎，遲啲屋村商場俾你玩曬㗎啦！冇啦，我哋揾兩餐晏仔食下咁嘅啫。咁你而家做緊咩？賣啲稀有嘅紅酒啊！紅酒啊，咁咪要周圍飛咯？係，要飛到歐洲啊，所以飛到厭曬嘅。我唔同你傾啊，我入去睇下我6年班嗰個初戀情人喺邊度先。下次咧，我帶埋阿女嚟見你啊！有個女㗎啦。